大家好，我是刘姐。大家看一下圣淘沙的风，超美的。今天我来到了圣淘沙的沙滩边，看看后面好多人在打沙滩排球，在晒太阳，在游泳，真的好舒服啊！这个风好大哦，我的头发都捆起来，要不然跟疯子一样。看看这后面的这个海，很美哈。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，我们负债的人，尤其是来打工的人啊，休息天还有这样的闲情雅致来玩，然后不拼命的赚钱，好吃懒做的那一种吧。在别人的嘴巴里，像我这样的是属于好吃懒做的那一种。当我买5块钱的衣服被别人嘲笑我就知道花钱，我是觉得很无语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性格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活法。其实这里我刚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就来到了这边，现在我又过来看看，今天的人特别多。沧桑